其实今年农历过年的假期，长达九日哦，民众放假伫咧厝内底哦，可能拢会食只大鱼大肉，佮有四寿。不过若是无注意，真有可能质量过量，体重就会一直增加。所以嘉义市卫生局先伫咧农历过年之前，来推出着卡卡笔记减重超 easy 的手册。伫咧内底不只是有包括着食品的质量计算表、健康食谱，而且佮有教民众如何透过简单的运动来控制体重。欢迎民众免费索取。再过两天就是农历过年，相信有不少的民众拢已经开始计划要去倒位佚佗，要食什么好料。不过，长达九日的年假，吃物件若无好好啊计算一中，真可能过完年体重嘛会增加不少。今日市卫生局特别规划卡卡笔记。减重超 easy 的手册，提供民众免费索取，和大家伫咧过年期间爱会切记如何才会当控制体重，怎样来控制热量卡的摄取，以及怎样来规律的运动，来让一整年都能够持续来减重享健康哈。那这个手册呢，里边也包括了怎样去做过重指数的一个判定。计算热量卡的需求，以及让民众知道在市面上常见到餐点的一个热量分析，那也很贴心的让所有的市民知道吃了过量的热量卡，你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够把这些多余的热量给消耗掉，是一个大家都很需求的健康指南。卡卡笔记减重超 easy 手册，不只是教民众如何计算热量，更有健康示范食谱，更有相当规律运动的示范教学。对于这集起在嘉义市卫生局，更有东势区卫生所提供民众免费索取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最新新闻，张桥平、王小三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